来先警告你，甲看这部经书，念落这个注解引用193种的经论，那句啊，拢是提醒咱。放下蔓延啦，一向专念阿弥陀佛，都是自平等住啊。哎呀，真正认识这句好好，都是实相，这句好好，都是法界全体。你念这句好好，你的心嘛，你的心啊，就甲法界啊、全体啊、融成一体咯。你就回归实相啊，回归法界啊。我讲一个较现实的，你什么灾难都拢无咯。世上内底无灾难啊，法界内底啊无邪报啊，就是诸法平等体性，即句好好，你甲看卖偌不可思议诶！诸法平等诶体性啊，这不得了咯。但令念念相继，念离无念，无念离念，那你真正得到平等住咯。念四字，念六字，拢是共款的，无差别啊。念四字会用呢，念六字也会用。就亲像底喊老法师平常教人诶，即句好好念落去，念忝就休困，休困好了，你就刷落去过念。你看偌自在啊，一丝毫压力都拢无啊！忝了就休困，休困好了，一个精神刷了个念，这叫做啊正念相继啊，无怀疑，未夹杂。一讲讲就是一句好好，菩提师念成功咯，三年啊，有伫死寺无破病，徛咧往生啊。死了后还阁徛三工。但因啊，师父退役啊，办后事，徛三工啊，大概啊，伫40多年前啊。将近50年款，40多年前，我伫佛光山咧教书，佛光山有一个长工甲我讲，因厝边啊，一位老太太念佛，念都是一句好好，念三年啊。嘛是有地死寺啊，徛咧往生啊。
伊也亲眼看到啊，甲阮讲这是真的啊，一点啊都无假啊。我迄个时阵带差不多十几个学生，暗时啊，月亮真光啊，伫这个池仔边啊，阮咧讨论佛法啊，伊行来阮这课啊内底，甲阮讲开始。跟我念佛，我永远拢会记得啊，嘛是念三年啊，这款的例啊，真多啊。